终于放寒假啦，我们快逃离这鬼地方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陈博士，别跳，真丢脸！丢脸啊！真丢脸！你别跳社会有没女人的事啊！女人去洗碗啦、啊！做什么？你笑什么笑啊？你们一点情侣的样子都没有，看看这对情侣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的错，下次碗给我洗。好啦，不要吵啦，我们还有煮火锅，要不要去我们家吃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我还没跟我妈说我们在一起的事，真的要装没事哦。没问题，我们走吧。我跟你爸说。好了，等你啦。偷偷来啊！我要跟你妈。妈，我回来喽。阿姨好。准备火锅，你先坐聊天一下啊。哎，你们寒假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好期待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哦。礼拜一要补习，其他时间都可以。我每天都可以。不如礼拜二怎么样？可是我那天要上钢琴课哎。那礼拜三呢？我那天要做脸。礼拜四。跟我妈去按摩。我不管了，问题这么多，就礼拜五从补修完后，我们去打棒球。谁再不行就不要去了。哎呦，怎么吵架了？年轻人。暴躁。对啊，人家家里那么忙，又不是他的问题，干嘛怪他、啊？好啦，随便你们，都我的问题啦，我就暴躁狂啦。确实。啊，你们怎么又在吵架啊？啊，看你们吃的差不多，我先把碗收去洗。就说你们年轻人有话就好好说，不要对女生大小声，这样很伤感情哎。哎呀，阿姨，是我问题，别怪他，我来帮你洗碗吧。妹妹，你好贴心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于婷婷。张婷婷？啊，你是法丽姐哦！哈哈，哈，没有啦，婷婷玉丽这个名字好。啊，你周末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那天刚好都要按摩做脸，没办法。这么小就在按摩做脸，爸爸是做什么的、啊？我爸爸是律师。啊，妈妈嘞？我妈妈平常都在家，不用做事哎。哇，这么好哦，爸爸看就这呢。哎但是我妈妈平常都在家，不用做事哎。哪像阿姨这么会煮菜、啊？还是你嘴巴甜，那个男生怎么舍得这样凶你啊？还是阿姨对我最好了。碗洗的差不多了啦，阿姨准备水果，你快去客厅跟他们边吃边聊天啊。